到白沙屯妈祖绕境第二天，嫩牛卡人潮依旧是多到爆棚。原本以往都是排成两排等嫩牛卡，今年要排成三排才消化得完这么多人潮。今年光是有报名参加绕境的信众就超过113,000多人，比去年报名人数增加1/4，创下白沙屯妈祖南下进香的历史新高纪录。但实际上人数应该会更多，加上自行随香的信众，庙方预估今年应该有吸引超过150,000信徒。我行十年，今年这个上侪人哦，路程就长，所以未讲安尼开到真快。除了嫩牛卡发食物的地方也会有人，不少今年来跟妈祖结缘、免费发送食物的信众，也都深刻感受到东西不够发。今年准备1600，妈祖的旨意是1500个，我帮他加到1680个，好像不太够，准备16000个也不够，大概60盘有啦。60盘是几块？这样一盘啊，一大盘，这样一大盘一盘，因为我们店在旁边嘛，会加码，在这边现烤。刚才都是热的出炉，不要说随乡的信众，光是香灯脚都不够吃了。疫情趋缓，替今年白沙屯妈祖9天8夜之旅创造高人气纪录。TVBS 新闻陈宏毅、廖文翰、罗先生三 G 小组台中报道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